十月嘅 Animax， 黄金拼图最萌最爆笑嘅校园日常。校园黑星 Replay， 佢哋有冇勇气接受真相？我的朋友很少 Next， 邻人社继续同你研究交友之道，仲要继续追夏洛特与日本同日放送。十月嘅 Animax。